因为之前套套就是绑架那个谁，套套绑架绿宝，然后被抓到降职实习生一天又回来了。台北车站很多推销，哦干，遇到这枚推销员真的是很想帮他买诶，想要帮助他突破，你懂吗？就是要帮助一些贫穷学生，你懂吗？啊，如果院长，我在这边募资一些动保的，可以吗？我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。对着兔兔讲，什么援助交际，讲那么难听，我只是给钱买他们的商品。哦，白痴哦，贫穷学生是讲这个哦。他说好就好。你可以跟警察说说看，他说好了，哦，可以啊。我说，不然我就把这些钱贡献给警方如何？我说，局长，这些是动保成立基金，希望可以让我通过。好，完美。这样局长还不让我过，可能我今天募资到，就募很多都这样子嘛，就是你募资多少就送多少啊，我不一样，我募资。好啦，我募资多少送多少好了啦，不然我在帮局长犯罪，对吗？旗下的老鼠会，局长说好啦，你今天不错，表现不错，给你5%，让你抽成。今天募资到1000块，我有50块钱可以赚。哎，我以为那是资助那些就是，不是啊，我是知道有那个啦，但是我以为。做直销也是欸，卖爱心笔那些也是啊。我谎报啊，我就说，欸，局长，我今天只赚到200块，他可能就直接给我钱。欸，你走在里面，西瓜甜不甜？29块，啊，不然就这样啊，局长，今天其实一堆没爱心的都只给20块，20块，20块，啊，我身上加起来就300块啦，就这些都给你了 可能钱太少，小夫会跟我讲说，你就不要犯罪啊，医护底薪不是很高吗？就不要犯罪嘛。我说不行啊，那些动保的话，我平时的钱没办法养活他们啊。我是真的想成立动保啊，阿福有说动物也是他们管的啊，啊可是有一次我去那个哪里，那时候上帝就是署长嘛，署长他在的时候，他指责我说啊你不是要成立动保啊你怎么又跟警察这边有关系？我说啊我医护不能随便开枪。他说保护动物是他们在管的。那哦，那成立了吗？那我以后就是贡献一些钱去警局。我说这个是今天市民们那个贡献的爱心捐款，希望局长大人你可以接受，帮助那些流浪的动物找到家。打死蟑螂穿恶意杀动物吗？算啦、啊，我告你哦。我可以一次抢2个吗？不是抢，对不起，我可以一次推销2个。哎、欸，那个衣服穿的不太一样哎、欸。啊，一二三，啊，西瓜甜不甜？一次抢2个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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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目标距离够远，不要跑。一些流浪浪浪，欸，这应该是女生吧？她身形很，是女的吧？12块钱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，让我看一下。啊打！算了，那个我应该追不到了。那我之后就开个记事本，然后今天募资了多少都记下来。哎，还是我可以要这一台，
这台好像载东西比较好载，还可以载那个尸体。昆虫也是动物啊，这个世界有只有分三种东西，不是吗？植物、细菌、动物。这个世界就分这三样东西啊，然后只是有个东西叫做太岁，这个东西，它既不是那个植物，也不是动物，也不是细菌，它夹在这三个东西中间。无生物就不是，无生物不就不是都不是吗？好的，动物都体恤老师教的，对啦，怎样啊？啊，别吵啦，蟑螂是个活化石。哎，其实我很久以前就觉得人类根本不是正常的动物哎，是直到老高那个影片出来之后，我才真的觉得我小时候总是个天才。太岁很恶，太岁就是在土里面呐，可是它很值钱呢。太岁是一直慢慢长大，它好像也不知道。不需要吃土呼吸还是什么，它会继续长。我5岁能抬头，没有，我那时候国小，我问了老师一个问题，老师没办法回答我，觉得我在就是找麻烦。你知道我怎么讲的吗？我说，哎，老师，为什么很多动物？一出生就可以像鹿、马那些，一出生就可以马上跑、马上跳。为什么人类还要包着尿布，还要过大概1、2年才会走路？然后老师，我记得老师那时候没有回答我，他觉得我很麻烦，对吧？然后又讲到相对论这个东西，你看人如果是相对论高阶的最完美的东西，那为什么人真的是会晒伤，然后？既不会保暖，毛又少，对啊，我讲真的哦，那个通常越大的哺乳类都不会在地表上生存，只会在海里生存，比如说鲸鱼、鲨鱼那种东西啊，鲨鱼是鱼类啦，就是越大的动物都不会出现在地表上，因为就地心引力那些会让它无法站立，就只能用。海的浮力让它撑起来，因为人类胎盘，所以我就觉得人真的是很奇怪的东西耶。你看啊，就只有人会自相残杀，动物会吗？动物也会，但是他们不会杀得这么夸张。啊，我们就废啊！啊，我们真的是很废啊！人真的是。很脆弱欸，不靠给息，不靠一些东西。他们说人会这么王狗，就是有智慧，就是靠工具啊。啊，哪天如果动物也会用工具的话，不就很恐怖？你看，如果哪天猴子造反，全部都拿木棍来打人的话，人打得赢吗？会啊，人会赢啊，因为人有枪啊。啊，如果哪天。猩猩他们都有意识抢到了枪，啊，人类还有得活吗？对啊，就只有人类有种族歧视欸。动物之间也会有啊，只是他们是霸凌而已。欸，我没看过《星球崛起》欸。人类就地球的癌细胞，诶，对呢，在干嘛？诶，还是钢铁人，我们可以买这台车，我们就可以。哇靠！干嘛？干嘛？不要欺负生魂啊！对不起。为什么？诶，我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打我？
我刚抢别人，他们不爽我吗？我刚刚只是觉得你在这台车很漂亮，你就把鼓想打我。我刚只是募资而已啊，我刚说你这台车很漂亮啊。我要跟院长说你打我。你不要过远啊！打完我就跑哦，你给我回来，你挂哪里？来啊来啊来啊！下来啊，下来啊！刚不准秋，刚那拳是不是你打的？你推的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不要在这好了。是他打我吗？我刚刚好像记得一个人把我拖下来吧。现在市民很凶哦，超凶哦。啊，完了，他跑掉了。还是你死了？我的人在干嘛？还是 F？哎，指令是什么？是 S 什么啦？SHU？怎么会有 Sassy？DV？应该是不行啊！好了，开去捡垃圾啦。哇，这上面都是指类耶！我想打一下这指令是什么耶？不是指令乱打，是什么指令啊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那是跳舞啊！他好可怜哦，我可以给他钱吗？我陪你，你是不是没有钱？我们一起募资，我们一起募资好不好？啊，你干嘛一直看我啊？我帮你嘛，等下拿到钱都给你啊。还是你要食物？不能抢他啦，他举牌很可怜呢。老王开台了，好啊，拜拜。老实说，你有多少钱？我觉得动物比你还需要钱，请有钱出钱。对啊，这个是兔兔的意思。然后我想打喷嚏啊！绿宝开台了，哦，那他算啊还好啊，昨天很早就走了。嘞，阿外卡达车嘞，哦，在哪？记得吃东西哦，我还在等啊，我都要等那个很紧绷的极限才去吃，来挑战人的极限，穷的极致，省的极致。嘿，哎呦，真的忘了怎么跳诶。带上帝去吃啥？要看上帝有没有来啊。如果下雨的话，也不能带他去吃啊，就很无聊，都只能在捷运站里面啊。那个，给我钱，哇，96，96，不要走，流浪的兔兔需要你们，拜托，拜托，给点钱。Oh my god，好啦。那什么叫大小便的极致啊？我很想跟你，很想跟你看隔壁镇的舞蹈。什么东西？来来来来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
耶，过来了。是，我还是忘记那感觉。不然以前我爬那种高楼啊，我可以爬到从1楼爬到5楼吧？欸，没有，8楼。啊，鱼竿可以更高。那时候好像鱼竿有冲到顶过，顶那个好像那个大楼，CA 大楼顶部，鱼竿有这样冲上去过，那就常常是摔死啊。RP 里面不能这样乱玩啊！如果冲上去没有人救我的话，我每次都在当植物人欸。哪些淡水哪些店你比较推荐哦？看你想吃什么吧。像我有几个干爹是为了吃一个叫瓦吉奶奶过来的。那地图不是菜渣开的吗？不是。看你要吃什么啊？如果你要吃鱼丸，吃阿给那种的话，有几间蛮好吃的，好像2间吧。啊，可是如果你真的只是来吃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有点浪费。你就当做要玩的心态来玩，可虽然没什么好玩的啦，你在闲。我觉得最好逛的地方不是淡水河。最好逛的地方是你下捷运之后，对面一条叫做英专路的，那边比较多东西吃、跟看、跟逛。啊，淡水那边真的就只是大家那边一堆，怎么讲，土产嘛，就是一堆装饰品，就是一些那个什么干妈点的东西呀、啊，那种挂饰、名牌那些东西。对啊，所以你要的话，真的就是最后再去逛淡水河啦。啊，先去观音专路，通常都是下午4点之后就可以逛了，快饿死了，没那么快饿死啦，我还在等等穷的极致，冲啊！哦，真的不行诶。逛逛逛了，好啦，我不等了啦，我不等了啦。那面包怎么在这么下面啊？使用，上面还有苍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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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蛋白质，蛋白质。你吃了一个咖啡，你喝了一个咖啡，对啊，淡水河真的就是宰观光客的地方。啊，我们淡水人要逛都只观音庄路啦，也没有说到只啦，除非就是有朋友来，他们想要就是玩玩看，因为淡水河那边是就只有几间我会推的啦。啊，如果你真的要来的话，你可以去吃一个叫做无忌，无是那个口天无，然后忌是那个什么？延吉，记忆的记，记忆白痴哦，记忆跟那个，那就是那个的蛋饼，我很推，那边可以吃到蛋饼、阿给跟油饭，不是油饭啊，那个粽子，那个只要我的干爹来啊，来淡水，我都会叫他们去吃，或是我带买直接买过去给他们吃，延吉。无忌啦，小鱼就吃过啊，你问小鱼啊，你问你家小鱼啊，他也那时候专程来吃马吉奶奶啊，当时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还是我提醒他，就要走的时候他才想起来，啊，第二次来的话，他就直接冲着那边去。没有，第二次来还是我提醒他，我说你记得要去吃哦。他说啊，哥对吼。哎，该吃广告喽，好像已经哇，快2小时没播广告了吧？没有，上一次播广告多久啊？没看到哎。来哦，这个蓝色的箱子翻完之后就播广告了哦。那个音量大小什么的，要静音的静音哦。
你觉得他记忆力可就是在哪？好啦，要播喽！啊，三、二、一。周杰伦套餐是什么？有认为到淡水一定要吃的一家店呢？就那个啊，就是蛋饼啊。那个蛋饼不是早餐店的蛋饼，我真的要澄清。学长，你没吃到？哎、欸，抽抽抽是谁啊？抽抽抽是市民吗？哦，hello。哦，好，记一下。VIP。敢一直包读妈的，不会一直讲话是不是？虽然我在坐在那一区块也觉得很安静，因为隔壁小夫不是很熟，对面阿福也不是，对面都警局的，我都不是熟啊，只有右边跟右前方坐着医护局的，我要跟钢铁人换位置才对，要不然就跟李世民换位置，因为对面是小蛙跟最大。而且我们那时候，那个我们有四个先到的都是医护局的，然后之后我们吃到一半就看到赖的讯息说现在医护没有人，城里面完全没有医护了。你一直研究小猫够冲啥？反正5个医护，对啊，就我们是医护，就坐在偏中，诶，偏左边呐。Hello。你有没有东西要存还是什么的啊？要重启？哦，好，这台脚踏车而已。对，你去存，你去存。好好好好好。那个就是昨天进群又退群的麦当当，乘车喽。你有公告重启吗？没有啊，还是是 DC 公告？也没有啊。看台湾魔力，魔力 M 真的好玩吗？我看它界面让我完全没有想去玩的欲望欸。我以前是喜欢玩魔力宝贝啊，可是魔力 M 的让我真的好没动力哦。哦，还好是不是？因为我是真的蛮喜欢回合制游戏啦。回合制我喜欢玩的是《漂流幻境》跟《魔力宝贝》啊，那时候看到《魔力 M》以为好玩，可是八百，你怎么坐车不给钱？我没有坑你，我载客，大家都是800。你刚刚没跳表？有啊，我跳啦。哪里？表在哪里？我没刚……有，表开始收有费，些八地方百。都有一些固定的起价啊。而且我没有坑你耶，那市民也都800，什么起价？800。黄金12宫哦，哎、欸，我那时候玩到更后面到呢。了，计程车到了，八没有百啊，块。表在哪里？表在哪里？表在里面，你自己进去看。你表开给我看啊。
有啊有啊，八百啊，这里这里，你上车，上车上车看，八百，上车看啊。啊，算了啦，霸坐霸王车，算了啦。不是啊，啊我要看表啊。哦，八百。另外一个赚钱方法就是坐计程车啊，计程车可以载客人。可是就是，你下车我看一下。车会耗啊，车就是你要慢慢开车，车不然你撞到车，你要修一次车就是要6000块，就是要撞到一个彻底。可怜啊，计程车司机还要被坐霸王车，好可怜哦。我们去警局投诉举牌啊。我们是每天辛辛苦苦的赚，每天就这样跑这一两趟。还要被坐霸王车，我们已经很穷，回到物价上涨，然后我们辛辛苦苦的开计程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给你一点饭吃啊，你是要给他面包是不是啊？欸，这个狗饲料可不可以改饲料就好啊？不然我的猪不能吃啊。我养的是猪啊。不知道我养的是猫哎、欸，你自己看。对啊，你给它吃狗饲料这样不对啊。我你看我的猪猪。我也没动手啊，你们动手动脚，真的是。你看我养的是猫，你那个饲料可不可以改一下？看起来就像狗啊！你是不是眼睛去狗大？要不要帮你眼睛看一下？对啊。啊你刚那只也是狗啊？哪有？是比较胖的狗啊。狗会这样叫吗？喂喂喂！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你怎么本人像猪啊？没有啊。怎么跟你的狗不太一样啊？你的人比较像猪哎、欸。有人是不是没有参加到在生气啊？没有啦，好啦，快点啦，先下线啦。好好好好好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没有，我跟你讲为什么？我那天，那哦对啊，有人跟到台的话，有人跟到其他台的话，就是我那天兔子骑在摩托车上面，然后被小猫抓下去，然后往地上一摔，然后我看到那个画面，我整个是。大爆麦那么叫，然后 RP 内的人耳朵受不了。然后后来我想说，狗的话这样摔我也会痛，然后猫的话这样摔我也会心疼。好啦，那就养猪好了啦。然后结果猪养猪骑在摩托车上面的效果太好笑了。它整个就是在摩托车后面就是吊着让我骑，骑着跑。没有偷嘴，就他，这是他真的啊，他就是那天直接摔耶。你看这样摔不，如果猪摔到地上，我至少还会偷笑一下，而不是会心痛。啊猫那个猫狗兔子，你这样摔地上，你会甘心，甘心让它被摔吗？哦、你说当当哦。对啊，他是不是就是昨天没有参加群组又给我退群呢、啊？我在剪指甲，然后指甲那咔咔咔的声音，我家的鹦鹉听到一直跟着叫。我没种族歧视啊！你看到一个肥猪摔到地上，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先 take 小鱼嘛，对不对？说你怎么摔到地上之类的。不是啊，那个群主他就说 DC 也有贴了，然后他说没有救他来吃，他人不是不在台湾吗？好，先关一下，不是关了那个，先遮一下，不然等一下打开。来，妹妹出来。
继续看一下杯垫，哦，好可爱哦！啊，我贴给罗塔看，因为我有几个干爹很喜欢鬼灭。罗塔，哦，这个本传群组。爱困了，本传罗西。话说 DND 还玩 DND 是什么？我是 DND。你是要打 DBD 吗？还是？而 DND 是什么？我们来听个歌。什么是 DND？没印象诶。龙与地下城哦，TRPG 哦，是吗？没有了诶，那一次就工作室那一次之后就没有再玩到了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，继续看一下这个阿公的姐夫。哎，院长，你看一下啊。这是阿公的姐夫哦，不可以笑他哦。那个姐夫很猛哦。聊天室放在聊天室下面，聊天室。好了。没事，买你5000块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你的姐夫，等下，你的姐夫位置不对哦。我看你的姐夫是从你拉链出来的、欸，真的，等下，我等下传给你。安安哦，啊。看一下有谁开台，我 host 得过去好了。我想休息、吃饭、睡觉了，我还没有睡饱。台主是鬼岛的谁？小心肝啊，医护局小心肝。就是怕人家认不出来，我才会取个有个心字啊。我关台好了啦，我想去吃东西、睡觉。觉得我还没有睡饱，酒喝那么多，我也还没睡饱。早上是那个啦，那个伟伟叫我开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听话就开台了。好啦，我们晚点 Amigo，不知道我有玩的，跟你们说一下。我每个礼拜三，如果有空的话，会跟我平时在一起玩的朋友们一起开台玩。啊，那种都是合作类啊，破坏友情类的游戏。啊有要看的话，就是可以挂个分页来这边看看啊。好啦，感谢各位，那我们先休息喽，拜拜。鬼岛拾荒，明天早上或晚点我再继续玩。拜拜，感谢各位喽，八八八。我把你们丢去哪里好嘞？你们想看谁啊？看小五的好啦，也不知道小五在干嘛。小五，我来了。要关了啊，累了。啊，RAID。